头痛骂负心汉。近年王力宏赴中国商演时，走到哪都会遇见这名疯狂女粉丝高声叫嚣。这名情境脱序的女子本名叫做高瑞霞，经常幻想自己是王力宏的太太。王力宏2016年在南京开唱时，更曾被这名女粉丝以矿泉水瓶砸中腹部，引发哗然。谢谢，不要这么多，谢谢。由于女子疑似患有思觉失调，精神状态不稳定，常年来是王力宏工作室的头痛人物。然而随着王力宏婚变与黑历史起底，风向大转，不少中国网友顿时惊觉，几乎17年来该名女子穷追不舍，开始反思王力宏与这名女粉丝之间该不会另有隐情。这位精心打造人设的男子呀，终于在和自己前妻离婚之后，他是原形毕露，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不得不说，王力宏真是一个妈宝男。而不仅中国掀起退粉潮，包括官媒央视也出拳。原本王力宏与中国女歌手谭维维合唱的主题曲搭上近来正热播的爱国电视剧。但随着丑闻发酵，在播出的最新版本中，原本男女合唱的歌声却变成了女生独唱版。王力宏遭中国官媒消音除名，中国网友直呼悲凉，尤其在道德底线踩雷，连带其他大量影视作品也可能会被陆续下架，要洗白恐怕难上加难。三立新闻，金水会报道。